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和皮医生一起玩益智积木哦。积木的名称叫挖掘机，我们要拼装挖掘机了。积木共有50片，是工程系列的积木，这是一辆工程车。拼装说明，出来喽！玩积木能提高小朋友们动手、动脑的能力，提高小朋友们的智力哦。开始拼装挖掘机喽！
挖掘机组装好啦，车身能360度旋转。积木车车虽然很小，但是它也有仿真的功能，很精致哦，抓臂能上下活动。和说明书对比一下，一样的哦。小朋友们好棒，好聪明啊！车车还能滑行。好了，这期的节目就到这儿喽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